海虎舰落水事件，3名军事官从21号中午失踪，已经超过黄金72小时，但军方不放弃，持续搜救。现在却传出，原本落水其实只有1个人。 有协助救援的海军向平面媒体透露，当时只有1人落水，其他5人则是协助救人。但赶到意外海域，发现一边是死的，一边是活的，你要救哪一个？陷入天人交战。一开始落水和2名救人的军事官，3人被救起，而其他3人下海救援却失踪。个别议程内容无助搜救行动，遂行，亦不利抚慰家属。 忧郁心绪，要不就是释放小艇，要不然就是抛投救生圈。前舰落水大多以抛投救生圈和派小艇救援为主，但当天海象不佳会增加救援难度。而最新规划则是在27号，海军将载家属出海，也就是失踪的第7天，持续整合友军、海空及陆岸兵力。 扩大搜索区域，舰艇扩大搜救不放弃希望，但落水事件一开始说10米大浪，但被气象专家打脸。现在又传出是1人落水，5人救援，救人的3人反倒失踪，意外到底怎么发生的？海军始终没有说清楚。记者今天中王书宏高雄报道。 我是肖慧文，您的生活日常从每天收看中视新闻开始，中视新闻陪您度过平凡而充实的每一天。更多新闻也请您锁定中视新闻 YouTube 频道，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还要记得开启小铃铛哦。